原标题，袁世凯称帝后就封黎元洪做秦王，黎元洪为啥不敢要。1916年1月1日，袁世凯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，第一件事就是封黎元洪做亲王，但是黎元洪就是不敢要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袁世凯根据资料记载，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一道册封令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。在令文中，袁世凯说，黎元洪的册封武义亲王，戴笠山河，与同修妻，韩明茂典，王齐进城，皇帝册封亲王，这应该是莫大的荣誉。但是事实不是这样，册封令颁布后，袁世凯麾下大臣陆芷祥等人到黎宅祝贺。黎说，大总统虽明令发表，但鄙人绝不敢领受，至生无以对国民，死无以对先烈，各位致贺，实愧不敢当。说完就退入内室，不再露面。后来奉袁之命来黎宅游说的人络绎不绝，有的还直接以王爷呼之。黎元洪说，你们如再逼，我就撞死在这里。就这样，黎元洪道，狄也没有接受袁世凯的亲王。黎元洪对于黎元洪，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他的事。武昌起义后，革命党人推举他做湖北都督，很多人说当时是革命党人强迫他做湖北都督的，但是近年来学者根据史料研究已经证实不是强迫的。后来他做了民国副总统，而正总统则是袁世凯。对于袁世凯违背民意逆历史潮流做皇帝，黎元洪从内心里来说是非常不满意的，也知道长不了，所以坚决不接受亲王的册封。历史也证明黎元洪的选择是正确的，说明他做人有底线，绝不同流合污。袁世凯的权力欲是非常强的，手腕也很厉害，他绝对不允许身边的人不支持他，特别像黎元洪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于是袁世凯把他软禁在瀛台，还要与之结为儿女姻亲，以便控制他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，黎元洪还坚持自己的底线，骨得很硬。1916年6月，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死后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统。1923年6月，黎元洪辞职退出政坛，移居天津投资事业。辞职后，黎元洪热心教育，屡屡助学，他捐2000元中国银行股票开办天津北塘第一所小学，南开创校他捐7长工债1万元，家乡黄陂创办前川中学金黄陂一种他捐款3万，他还曾拨中兴煤矿10万元股票筹备创办江汉大学，后学校未成，筹款被用来建了一座体育馆，即武汉大学的宋清黎元洪字体育馆。1928年6月3日，黎元洪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，享年65岁。参考资料，百年辛亥天津印记。黎元洪从北塘起步的大总统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前前后后。作者每日汉字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